10月27日，买超在微博晒出妻子张嘉倪的近照，并发文表示他手机丢了，一天丢了两次。照片中，张嘉倪戴着棒球帽，嘟嘴一脸无奈和委屈，买超则对他竖起了大拇指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爆笑，表示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没事的。